真叫大喊，穿着改良版水手服，露出性感身材。156公分的鸡排妹，为了塞进30寸的行李箱，不顾形象，把鞋子脱掉，将身体卷曲成一团，重点部位都已经快要走光了，还是没有办法挤进小小的箱子。工作人员赶紧帮忙，硬是将鸡排妹的头塞了进去，才成功盖上行李箱。我觉得很恐怖哎，因为你就是要把你的身体凹到极致，你才有办法塞在三十寸里面的行李箱。鸡排妹出席泰国鬼片造势活动，剧中女主角被男友杀害后装进行李箱弃尸，主办单位在现场也开放观众一起体验被装进箱子的感觉。而鸡排妹被询问有没有遇过恐怖情人，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自己就是最危险的恐怖情人。最恐怖的就是我自己啊，没有别人。在高速公路开车吗？还不恐怖吗？鸡排妹的犀利作风一直为她创造不少话题，凭着近日的高人气，也让电影还没上映就受到关注。东森新闻黄纯义、黄义明 SNG 小组在台北采访报道。